弟兄姊妹，早上平安。今天是6月21号，我们要开始我们崇拜前的祷告。马太福音第6章27到34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花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悔改。在这个新常态阶段，我们发现自己的信心正受到考验，因我们面临着改变生活的颠覆和重塑生活的困难，如此之多，我们没有精神和情感上的空间去同情那些也在财务上和情感上挣扎的人。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忧虑和不适的状态中，渴望上帝在我们的生活中做更新我们信心的大功。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自己裸露在你面前，我发现自己在测试的大锅中失败了，我的信心显出不足。主耶稣，你曾经问过，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照着我的本相来到你面前，知道你的一切都无法超越，放下我的失望、破灭的希望、失败、损失和心痛，唤醒我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的欲望。上帝啊，复兴我，带领我回转，直到我的欲念与你的欲念一致，我的意志与你的意志一致，我的心与你的心一致。阿们。我们来为教会属灵苏醒与复兴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今天我播下复兴的种子，尽管小，没引起注意，但却是我为期望能与你更亲密而发自内心的呐喊。我怀着神圣的期待来到你面前，这颗种子将长成一棵粗壮的大树，树上的树枝将通过教会传播成圣灵推动的运动，进入社区，甚至成为万国的避难所。我祈求你的圣灵在你的教会中大有能力的前进，使每个人都可以在欢乐中共同经历这场野火。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来为国家的公义和经济祷告。天父，我们祷告在全国各地点燃圣灵的复兴之火，以至于整个地域的势力无法消灭它。我们祈求在政治纷争和不确定性中取得突破，那煽动分裂、生发腐败和引发欺骗的邪恶势力和掌权者，因畏惧你的名而战惊，至于死灭。
我们祷告兴起敬畏上帝的领袖，使马来西亚成为公平与正义的灯台。我们祈求你全能的手引导这个国家的方向，赐予所需的资源。愿这个国家因你公义的法律而使你在所有种族和语言中得到荣耀和赞美。我们呼求你使这个国家从阴谋、冲突，还有瘟疫、道德荒凉和政治震荡中得到医治。我们将首相的健康交托在你医治的手中，使我们成为你机警和忠心的国家守望者。当我们在你的面前举起圣洁的手祷告时，求你赐给我们坚强的毅力，奉主耶稣大能的名，阿们。我们来为企业和失业祷告。天父啊，我们继续的为破碎企业的重建和工作与就业的恢复祷告。求你使我们借着教会的慷慨和实际帮助的回应，为需要者提供支援，并帮助那些挣扎求存的人们建立有用的经济联系。即使我们走过这片黑暗的幽谷，我们也不害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会安慰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为五个人祷告。当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啊，我们将五位带到你的面前，在你祈祷的时候提起他们，使他们对耶稣基督有活泼的信心，使他们得到在耶稣基督里丰盛的生命。我们祈求你赐福于我们，使我们得以看到我们的朋友、家人和同事与耶稣基督相遇而开始信心的新生活，叫我们因此喜乐。愿你在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的工作，做你恩典怜悯的管道，英勇机敏的做你福音的见证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为家庭祷告。天父，愿我们的家庭充满了圣灵的火，成为你为我们社区中其他家庭和解与修复的器皿，帮助我们结出果子和活出天国的喜乐，好叫我们的邻居被你的平安所吸引。奉我们和平君王的名，阿们。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父亲节，也是成年主日，祝父亲们父亲节快乐。诗篇134篇一到三节：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屈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这时，我们以诗歌一起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当我们站在大海边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当我们登上最高山的时候，才发现天有多么的高。我们也深深的知道，耶稣将我们紧紧的拥抱，因为他是我们永远的依靠。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
想回程，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乱落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念和化上我们所怀的一念，即使你爱的一念，要叫我们家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尼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的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缨子里，或是斗底下，
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正道讲言，黄帝华牧师。讲题为被上帝导引的人生。蔡牧师，教会的执事，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很欢喜，因为有机会在线上与大家一起崇拜。今天是巴拿马兰慈龙花园瑞里公会的成年主日，也是我早前跟蔡牧师联络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主日定为卫理主日。所以今天早上的分享的信息，我主要的内容是参考约翰卫斯理所写的一份的小册子，叫做《寻道信徒的品格》 Character of a Methodist。这个内容转化成为讲章，与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在我们还没有分享以前，我想请弟兄姐妹看一段的短片。
火车的铁轨对火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铁轨导引火车顺畅的前进。火车如果不在铁轨上滑行，大可能极大可能会脱轨，后果就严重了。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就好像火车一样，需要行走在被导引的路轨上。问题是谁导引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又被导向什么方向？对约翰威斯理来说，寻到信徒的人生就是被上帝导引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是怎么样开始的呢？威斯理约翰认为，是从我们相信创造宇宙的上帝，还有护理宇宙的上帝，并且和这位上帝建立关系开始的。我们要怎么样和上帝建立关系呢？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引导，知道自己的思想和言行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达不到他的标准就是罪。因此，当我们被圣灵感动和引导，知罪，围着我们亏欠上帝，围着我们得罪自己或者得罪人而忧伤，而知罪悔改，然后我们祈求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我们的罪，并且接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称我们为义的恩典，这样我们就能够和上帝建立和好的关系了。不过这只不过是起点，这是一个被导引，上帝导引的人生的起点。那我们怎么继续延续下去呢？在我们卫理中的信仰的特色里面，有一个强调点，就是我们要领受圣灵所赐下的确据，让我们确实知道，让我们确信我们的确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已经领受上帝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救恩，那我们也领受上帝让我们作为他儿女的这个恩典和地位。在这个做儿女的地位上面，我们领受上帝的爱的浇灌，然后我们被上帝所赐下的平安和喜乐所围绕。接着下来，我们继续使用蒙恩的管道，让我们成长得更健康、更整全。渴慕敬拜、祷告、阅读圣经、领圣餐，和弟兄姐妹联谊，有一个美好的团契的生活，甚至包括敬食。敬拜的时候，我们向上帝敞开我们的心灵，和上帝保持一个双向的流通的关系。我们带着敬拜的心来读圣经，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准则。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上帝的话语，我们阅读，我们就明白上帝的话语，我们就了解上帝的心意，然后遵行上帝的心意，使我们走在一个蒙他喜悦、蒙他赐福、正确的路轨上面。带着敬拜的心，我们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把我们心中的关怀告诉上帝，也聆听他对我们的说话。我们领受洗礼，我们领受圣餐，我们参加教会生活，我们和弟兄姐妹保持友好的关系、团契的关系，这些蒙恩的管道能够增强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能够使到我们被导上帝导引的人生更加的牢靠、更加的坚固、更加的有影响力。我们也相信圣灵会使用这些蒙恩的管道医治我们。在我们卫理中的信仰里面，我们的信仰的特色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天父上帝是一个医治的上帝。这位医治的上帝叫做圣灵，使用蒙恩管道医治我们、更新我们，
引导我们的心灵和生活渴慕圣洁，趋向圣洁，能够反映基督的荣美。那弟兄姐妹，我们接触下来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一个被上帝导引的人生有什么特征呢？约翰卫斯理提出了最少五点。第一，眼目专注，活在光中；第二，遥望永恒，活在当下；第三，智慧引管，尊荣上帝；第四，互相宽容，促进合一；第五，慈惠关怀，发光当眼。回到第一点，眼目专注，活在光中。约翰卫斯理曾经写过一篇的讲章，叫做 On Single Eye， 论眼目的专注。他劝勉我们眼目眼光要专注，定睛仰望上帝，定志寻求他的喜悦，让上帝借助他的话语引导我们，导引我们的一生遵行他的心意。当我们的心眼专注在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在上帝的光中，上帝光照我们，我们的全身就光亮了，黑暗没有机会靠近我们，恶的习惯、不好的习惯渐渐地离开我们，我们的人生的火车就得以行走在准确的路轨上。我们的眼光向上仰望上帝，我们的眼光也遥望永恒，以至于我们能够珍惜当下，活在当下。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自然成了上帝家中的一份子。上帝的家可以是我们地上的家，地上的家的家园、家人、信主了，那这一个家就是一个小教会，就是一个上帝在地上的家。当然上帝的家也可以指地上的教会，属灵的大家庭。上帝的家也可以指天上永恒的家园。主耶稣说，我去了是为你们预备住处，有一天我要回来接你们到永恒的家园。作为上帝的儿女，现在我们就有分于将来永恒的家园。活在地上的家，活在地上属灵的大家庭，我们朝着永恒的家园前进。我们有份于永恒的天上的家园，这是何等有福的确据和盼望。有了这个盼望，我们就更加有力的活在当下。我们要怎么好好的活在当下呢？约翰卫斯理提醒我们要做一个好管家，智慧的经营管理，以至于我们能够尊荣上帝。管理什么呢？约翰卫斯理首先提醒我们好好管理我们的意念，好好管理我们的语言，谨守我们的嘴唇，不说闲话，不说污秽的话，不说不友善的话，不说没有建设性的批评的话，因为这些话没有建造性，不只是没有建造性，反而会削弱聆听者的生命力。我们既然是蒙救赎了，我们的嘴唇也蒙救赎，就容让我们说造就的话、祝福的话。第二，求上帝保守我们的坐、行、起、窝，保守我们的思想和筹算，保守我们的工作和休息，保守我们的储蓄和分享，都是为着尊荣上帝，为着促进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的成长和发展和进行。保罗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上帝。愿上帝保守我们，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都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进行。让我们继续留心听保罗的教导。约翰卫斯理常常引用
福音书中主耶稣的教导，他也常常引用保罗的教导。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一到第二节提醒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把自己和自己所有的一切的丰富献给上帝，向上帝敞开，让上帝使用我们的人生，成为公义的器皿，成为公义的工具。真的，求上帝引导我们，让我们立定心志，按着他的心意来使用我们生命的丰富，我们的天赋，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恩赐。其实这些生命的丰富都是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我们又把上帝赐给我们的先回给上帝，求上帝悦纳，求上帝使用，这是何等美的事呢？不只是求上帝使用我们的生命的丰富，我们更求上帝使用我们整个人生，让我们的人生被上帝导引，也被上帝使用，目的是要尊荣他，祝福其他人，也帮助自己。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不代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牧师、传道、宣教士、全时间的代祷者。上帝并没有呼召每一个人都去做牧师，牧师是上帝呼召的其中一种。上帝呼召我们在各行各业里面来服侍。在我们卫理公会的法规里面，第四部第一章第四段谈到作为卫理信徒的意义和职责，在里面就提到上帝把我们放在不同的行业里面，就让我们在不同的行业里面把自己生命的丰富，把自己的整个人生交给上帝来使用，以至于能够产生祝福的影响。我们活着，没有一个人是孤岛，因此约翰威斯理也多次提醒我们要好好经营我们人际关系，我们自己与家人的关系，自己与教会中弟兄姐妹的关系，与邻舍的关系，与职场上同事的关系。不管在家中或者在教会中，求上帝引导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因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合一很重要，合一带来很大的力量，合一可以做成很多的事。在家里面是这样，在教会里面是这样，职场上是这样，失去社会上也是这样。求上帝引导我们学习互相宽容，促进合一。在我们的法规里面，刚才提到第四部第一章第四段，作为卫理公会的会友，作为卫理信徒的职责和意义，有三部分的指南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牧师就特别抽录了用在这里。114款，一个会友受圣约，受我们与上帝的约，我们与弟兄姐妹的约的约束，与其他的会友分担重任，同甘共苦，同享喜乐，蒙召宣讲爱的真理，同时准备与宽恕与和好的态度面对冲突。115款，一个卫理信徒蒙召就是要在世界里面为基督做见证，在社会上发光当言，并且在文化冲突的时候担任和解者。这个和上一段114款有关系的，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担任和解者。
为你信徒，我们不是拆桥的人，我们是坚桥的人。Let us be a bridge builder. Let us engage in the work of bridge building. 为你信徒，要认同世间的痛苦和患难，和受苦的人，和有面对困难的人认同，帮助他们，关心他们。借着这样，我们为基督发光，我们彰显基督。118款是对内的，在教会中纷争的事情，不论是在精神上的或行动上的，我们都要避免。为你信徒被劝勉要维持教会的合一，不论是在本地的教会或者普世的教会，我们不应轻蔑的非议。教会是由人组成的，没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教会大概也不会完全的。然而就算教会不完全，他是基督的心腹，基督既然这么爱这个不完全的心腹，那求上帝给我们宽容爱，去爱教会。让我们以诚恳的祷告，尽可能与其他弟兄姐妹同心协力，维持在灵里面的团结与和平。做好管家，促进合一。接着下来，对外的慈惠关怀，发光当年。在我们的卫理中大家庭里面，普世卫理中大家庭里面，我们有 general rules， 一般守则。一般守则有三点：第一，不要行恶，远离恶事 ；do no evils， do no harms。第二，竭力行善 ，do good。第三，使用上帝所预备的蒙恩管道。为你信徒被劝勉，愿卫士里劝勉为你信徒要把握时机，竭力向有需要的人行善。谁是有需要的人呢？可能是我们的家人，也可能是教会中的肢体，也可能是邻舍或朋友，路过的人，甚至是仇敌。愿卫士里提到有需要的人，他是顺着次序来排的，先从家里开始，然后教会中有需要的人，邻居、朋友、陌生人、路过的人，甚至是仇敌。那既然要竭力行善，我们怎样行善呢？愿卫士里引用在耶稣在马太福音25:36的教导，很具体的说，饿了给他们吃，赤身露体给他们穿，病了或者在监牢里面去探望他们。约翰卫斯理很看重探望探访，因为只有探望和探访，我们才知道真实的需要是什么，那我们就能够回应那个需要。行善慈惠关怀是见证基督的一个无声的行动。我们行善就单纯去行善，然而也透过这样的慈惠关怀，被帮助者的心感温暖，他们会珍惜我们的情谊，珍惜我们的友谊，他们愿意跟我们建立关系。我还记得我曾经有一次在疫情期间，有一个友族同胞，一个单亲的妈妈出现在我们的家门外，告诉我们，告诉市民，他想找工作，清洁工，一天有35元他都愿意做。那我们没有这个需要，那我们问邻居，邻居也说没这个需要。后来这一个单亲妈妈说，就算有一包米他也很高兴。后来我们叫他留下电话和地址，然后过了一两天
我们去他的家探望他。到了他的家，我们才知道他们的情况真的很辛苦。第一次去，我们带了一些的干粮去。过了大概一个星期，我们又去。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这个家庭的需要，就把一些钱交给我，委托我要把这些钱买一些食物，帮助这个家庭。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这个家庭的老人家就比较友善了，开始问你住在哪里。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关系就这样慢慢建立起来。慢慢的，被帮助的人可能会开始问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那我们就可以顺应圣灵的引导，把上帝的爱说清楚，把基督的福音分享，邀请对方考虑领受上帝的爱，接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救恩。分享福音很重要，因为是要让领受的人的灵魂得到帮助，得到造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着的这个世界有很多隔裂和缺口，许多人的人生的火车脱轨，混乱一片。愿上帝赐福给我们，导引我们，让我们的人生成为家人、邻舍和大自然的祝福。愿上帝使用我们的人生，成为上帝的爱流传出去的管道。愿上帝使用我们，让其他的人借助我们的人生，看见或听见以下清楚的信息：上帝已经使被钉死在的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复活了，复活的基督已经为人类开通了与上帝和好的道路，上帝白白的恩典就这样显明了。因此，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其他人的祝福，让他们真正体验到在基督里面是有盼望的，在基督里面是有明天，在基督里面生命是可以被改变过来的。全是你，主万事安宁。
好，主内的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要谢谢黄帝华牧师刚才给我们带来上帝的话语，也盼望神的话继续的藏在我们的心里边，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继续的把神的话语能够实践出来。这时候我们要预备心，要来进行奉献了，也盼望弟兄姊妹预备好，我们等一下能够把这一个最美的这一个奉献献上给我们的上帝。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呢，我们都会每年交所的税。然而我们成为呢天国的子民儿女们，我想我们也一样的在这一个奉献上，我们都要尽我们的力量，好叫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国度，神的教会继续的有更多的资源能够来扩展上帝的国度。所以耶稣呢一直鼓励我们，他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也盼望弟兄姊妹好好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呢一起的来学习。而且奉献我们可以透过三种的方式，第一呢就是透过线上转账啊，这是我们这几个月里边呢有很多弟兄姊妹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万一这一方面呢你不太懂或者不方便，你可以呢直接呢到教堂去啊，让我们的办公室的育营姊妹能够来啊接收你的那个奉献。第三呢，就是我们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也不方便呢到教堂去，你可以致电给我们的同工育营姊妹，那么我们呢过后才做出一些的安排。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如此的感恩来到主你的面前，是因为主啊，你赐给我们恩典能力能够来奉献，也让我们学习在这个奉献上，我们呢更愿意的来做。而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你的教会，你的家继续的有更多的资源，继续要扩展上帝你的国度。愿神你施恩继续的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让天父你继续的保守看顾他们，也让他们出入都蒙福。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好，我们这时候我们来唱三一颂。在疫情当中，许多弟兄姐妹的工作和环境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教会在两个星期之前特别在面子书还有这些社交媒体设立了这个生计误会计划连结。如果你所处的机构或者你的公司刚好提供一些空缺或者一些就职的机会，非常欢迎你透过这个连结提交，让班德马慈龙卫理公会的信徒会有朋友们有多一些的资源，多一些管道，多一些参考。或者说你目前提供一些优质的服务，无论是在衣食住行上的，你可以特别搬到教会弟兄姐妹也可以从这个服务当中养生的，也非常欢迎你透过这个生计误会的连结来提交。有一位信徒，我刚刚听到他这样的一个故事，
他开饮食业的。他向上帝祈求说，上帝啊，今天请你给我100块的收入，我就满足了。结果上帝回应了他的祷告，也给他一些 bonus。 希伯来书提醒我们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盼我们在许多类似这样祷告上，我们都可以有份参与。愿神赐福大家，阿们。弟兄姊妹，我们这时候来听几项的报告。下个主日6月28号，我们继续的守住11点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上线讲员呢，是我们春黄执事。也盼望弟兄姊妹，现在的线路呢，是非常的普遍，无论你在哪里，你都可以上线。所以千万弟兄姊妹，我们都要不要停止聚会，让我们无论在何处何方，我们都可以呢上线，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第二，我们呢这个下午2点到3点呢，我们依然呢会进行我们的四海查经班。也盼望所有的学员们记得我们一起的也来上线，好叫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学习保罗书信的第7课，让我们也能够去了解关于这个艰陷的一些的原则啊，使徒们他们怎么样的来教导我们。然后呢，就是祷告会方面，我这里继续的提醒弟兄姊妹啊，不要忘记礼拜四我们依然在寻找更多的祷告大军，跟我们一起配搭，在线上一起的向上帝呼求。若是弟兄姊妹你们也有一些的带祷和感恩的事项你们可以呢用这一个链接或者网链来填写，然后呢让我们知道你所要带祷的事项是什么，然后我们一起的来向上帝呼求。愿神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带着祷告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跟神有更密切的这一个联系。好，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还有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安慰，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这个时刻直到永永远远。阿门。